前见过，是个四点五十分。我今朝系睡点几时身？听日洗伤口。朝頭早十一點九，我退話得朝頭早，都要洗幾次。諗翻起，我望過一條片，關於一個人歲月，唔記得都24、26，甚至25蚊，唔知邊日咪旺角，而家咪難知咪墮樓嘅，後屘。有一間鋪頭叫做喜喜美食，呢間嘢俾人搞破壞，特別一班小孩子搞。點解咧？就算跳樓，就算墮樓，嗰單嘢要求嗰個店主啊，俾一個 CCTV。跟住之後。我哋話對待機俾人搞，但仔細睇嗰個男人喺天台墮樓，而嗰間喜喜美食喺個地鋪嗰度，想下喺地鋪嘅 CCTV 會唔會影到天台咧？
常會睇清 YouTube 都會打一啲廣告，甚至啲廣告打兩次。通常打最多嘅廣告應該都係 Hero Wars 呢個廣告，好弱智。總言之，手機 game 好，手機 game 嗰啲廣告好撚弱智。Facebook 大把。好多人講咩咧？佢玩翻只二零四二，佢目的係淨係完成嗰個歐洲任務，跟住就唔玩啦。完成咗之後，只要成日都見到啲飛機撚啊，成日揸飛機，做目標好雜下。最唔知最有趣係咩？成堆人原本由 BF 即係玩 BF 嘅人轉過檔玩 BS， 反而我見到一個日本嗰個玩家，佢一路都冇玩 BS， 一路都玩 BF。